话要好啊，你拢敢那看？无输这八叔的 YouTube， 爱记哩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够啥物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无输给你。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你的这个档案哪会伫个店面内底啦？哦，啊，因为以前阮老爸就是塞这个档案四界卖，啊，自我接了后，我嘛是用档案在路边。啊，两年外前我入去店面，啊，因为阮的人客拢是记这个牌。哦，认这个档案啦。我一定这个档案摆在遮，人客来买，感觉较有迄个气。嗯。阮卖的物件叫古早味凉粉。凉粉是我伫个台北的时阵食的迄种麻麻辣辣迄种凉粉了。不是，啊，无是啥？这个物件其实伊是日本时代吼，啊，因家因的个绝饼吼，马在啊台湾。啊，不过迄阵算是较高贵的佚佗物啊。哦。台湾人食袂起要安怎？有一个好果子的师傅想着讲，好，我用咱在地上熟的原料落去做。你懂吗？不是。你看到迄个什么肉丸、蚵仔煎啊，包含阮这古早味凉粉，拢是番薯粉落去做。哦，哦，这都是台湾小食的精神。我先拍头你，无我讲遐尼济吼。好啊好啊。你嘛感觉袂错。我食看卖，我食看卖。凉凉的，够食的。阮这物件拢是手工落去做。嗯。哦，啊，做到即卖已经。台湾村我愿意做这个。来啊，开始啊！是爱靠这个打嘛？嗯，咱无来伊就沉淀。过来就像迄麻糍安尼。好，换我来啊！小烫烫。你边啊拢爱老椒的，较爱老椒，无等者人客讲今仔个凉粉啊歹食。好，是我唔对。爱上关的记录啊，是。一天要留多少鼎啊？可能过年啊，过年放假人回来那天啊，为大家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哪敢会搬啊？啊，那时候我没回去哦。无啊，就那几天会较累而已啊。哎呦，敢若过年偌钱吧？就阮老爸，伊手就做歹啊。啊，伊退休了后，其实足侪人客感觉足怕酸啊。啊，伊心内嘛感觉足艰苦的，因为伊为十七八岁就开始。塞一打出来卖，我有两三个月，我想讲，无我倒来食好啊。嗯。啊，阮老母就讲，啊，我互你读书，毋是为着要做这啊。啊，阮老爸其实是心内偷偷咧欢喜啊。以前阮老爸真正袂足俗的，所以细汉的时阵，说外话，阮兜米羹内面无米，啊，所以我感觉手工是有价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回来接手了后，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价。都有人打电话给阮老爸啊，叫你怎么价卖遐俗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人就甲我讲，我袂甲你买，啊，因为阮这个物件以前就是卖放假啦。嗯。啊，你嘛知影讲，你足侪人来到放假食物件的时阵，都会物美价廉。系啊系啊。对无？其实忝辛苦，迄拢是阮拢愿意啦。不过你爱合理的报酬，真正一个行业才有法度。一直传承。阳春面加臭豆腐，人讲吼上简单的上无简单，来食看卖就知。米来啊！你有放这木耳、青菜、甲肉，这汤敢有用迄大骨去控过？这面看起来真简单，但是哦，头家一定有啥物秘诀，因为这真正是最好食的。我去来去问头家。头家，你好。我头头食你的面吼，这汤啊，啉起甜甜安尼。有啥物控的哈？第一沙吧，第一沙吧，咸甜咸甜。啊，是哦，我都是讲是有物件是咧控的。未久啊，拄啊未久，人家拢食下啦，还佫泡椒啦。这其实是安怎学来哈？妈
有人教吗？啊，教阮拖都细汉都做囡仔工，共灌面干面干，做兵里头我靠里食咧咧煮面。嘿。啊，阿叔，我落去买煮做兵。OK， 煮咧面煮足久的吼。久啊，要五十档啊。哦，五十档哦。真是老煮家，真功夫。这天气足热的呢，那到底要加点酒？我多啊。你敢知影为虾米阳春面的台语叫做瓦星面吗？根据我非常的了解吼，这种做法较简单的面啊，早前伫咧台料啊，就叫做阳春面。啊，因为是为瓦星人迄边传来的，当然就叫做瓦星面咯。哎，好了，哎，七分八的跟七分倒在倒在面啊，这个要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八的，这是我七七人第一排吃八的。你看，如果过起来进好吃，哇，内底足济料，内底有肉，嗯，冒菜，嗯，来吃八块没有？嗯，足爽。吃甲少有长手，出这工人来吃吃白的，吃白的才有规律，会当做工课，所以工人足介意来吃。虽然吃甲变变，啊，不过我无收到有遐尼济人来吃吃白的，真正是在地人才知啊，迄好所在。这是什么呀？这鱼仔多，这鱼仔长啊！哦，鱼仔长啊！哎，啊这呢？这鱼仔嫩。哦，鱼仔嫩。哎，啊这呢？啊这甩烟。哦，甩烟。哎，我准备七分长啊。哎。啊，加七分鱼嫩。鱼嫩呀。过来，这个。甩烟。哎，搁七分。哎，搁一碗面。搁一碗面。哎，对。来一碗面呀。好，请坐啊。好好好。嘉公所住的所在，有足多卖海产，啊，不过俗有名都是一间五十年的老店。伊的特色就是伊用鱼仔的白来做盐分料理。这是鱼仔的肠啊，啊，台语叫龙肠啊，我来吃看麦啊。咕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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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足 Q 啦。哦，这是宜兰，应该来讲金 Q。阿妈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鱼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是沙鱼啦。沙，这是沙鱼呀、啊。哎，是车人的沙鱼呀、啊。会啦会啦，不会啦，大家现在都没有在吃。啊，去哪里吃哇？要吃鱼呀、啊？哪里要吃鱼？好吃哦。嗯，足 Q 啊。足 Q 的哦，好吃啊。咕溜咕溜。哎、嗯，咕溜咕溜，对对对对。
拢是用一个鱼啊的白骨来做盐分料理啊，啊，这叫鱼杂吧，哦，讲鱼杂吧，啊，什么是盐分料理啊？拢用一个鼎嘛吼，啊，内底有下款的，算款的秘方就对啦，落去腌就对啦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腌起来就是。就是变安尼啊！啊，这鱼肚啊，鱼肚啦，嘿啦，鱼蛋啊，酱毛酸腌啦，吼，鱼皮，拢有这几种。较早我是拢用的用车，桥背安尼，嘿，四界背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鱼啊是上车啊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背，进来背。对啊对啊，唔是讲一万哦，啊，人客就拢来背啊。哦。对啊，人客就我讲来背哦，较早无安尼通啊坐哦，拢路边的安尼行，安尼背，安尼安尼吃。老实讲，外国人是唔敢吃这个鱼啊的白骨来，拢是蛋掉还是好鸟啊吃，好狗啊吃。外国人嘛是爱吃。对啦。对啊，外国人嘛爱吃。我今仔日来吃，是我想买地盐，我想买吃，因为刮起来真好吃啦。真好吃啊！好，阿妈你辛苦用啊，我来吃看卖啊，感谢你啊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要吃饼，这是啥物？这蚵仔。哦。蚵仔食过无？好，这蚵仔。蚵仔甲啥物花椒？我爱食各种红椒安尼。哦。啊，过来者。过来，红豆。这红豆条。哦。啊。来吃看卖啊。喏，好吃甲要当机，这个。台湾的一个感谢冰，甲法国的冰淇淋差足多，有啥物无同款？法国的冰淇淋大大，更足多，食起来较油。这个感谢冰，食起来甘味，这是蚵仔呢。喏，你好食，还有红豆，过来内底伊一个。感谢冰，阿姆较健康，我感觉这种冰较健康，天然的比上好啦。阿是阿妈有一个感谢冰，小黄家仔，有做这所在，有咧请感谢坐等啊。你一间店的感谢冰是用感谢灯做的，你讲我后边有一个切冰的机器啊。好啦，我卖多讲啊，我紧吃。发多摇，摇起我家。老朋友你好，你好，快点。你敢对我有印象？一丝丝啦。我十几年前我常常来吃，吃玉里面，你别记得我啊。无讲介会记你安尼啦。哈，无要紧啊。哈，啊，来吃我玉里面。好，感谢你。对我来讲，这个玉里面，我收起来，我真正带伫玉里的地基，慢慢啊吃，我会收起来，足侪足侪真正的代志。
大家有介意无数这把数无，所以爱加咱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耶、yeah, ，check it out。